首先我代表澳门的特区政府向贵州省委有关的领导啊，特别是主席啊，给予问候啊，给我代为的好。我们谈到了有关和重江红在澳门同胞为什么这么支持我们在贵州啊做这个有关的扶贫项目，也是来源于饮水思源啊，真的，这是我们要报恩的心态啊。回顾来讲，我们的水的资源就是靠贵州啊，饮水思源这个源在哪里？就在贵州。当年有关为了澳门的咸潮压制咸而放水，几千公里的路程把它压下来，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啊，水很资源很真实的时候，为了澳门的饮水的问题，把水库水放了。我们倒是希望就是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了以后，我们能够深化这个互利共赢的这种合作啊，双方都受益的这种合作啊，我想有那么三四个方面都可以深化的。一个是这个金融投资方面，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在中药材的这个加工发展方面来深化合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旅游方面，旅游的话呢，就是这个澳门是国际有名的这个旅游城市，贵州呢也是国际三地旅游目的地。再一个就是在教育方面，这个澳门这个教育质量、教育水平都比较高那么贵州的话呢今后要可持续发展，人才支撑这个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和我们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给一些指导和支持。